大家好，我是陈龙，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。我的专辑呢，我还是陈龙，复刻版 CD 还有跟黑胶是由新外星音乐发行的，已经开始预售了。这么多年来，音乐对我来说呢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自己爱听歌，爱唱歌，喜欢把许多感受、音乐和大家分享。虽然我不是职业歌手，但是一直我都很努力唱一些我自己喜欢唱的歌给大家听。我还是陈龙呢，这张专辑是我近几年的心情写照，希望除了我用电影，还可以用音乐分享我的所思所想。这次我还是陈龙复刻版重新进行了全新的视觉设计，黑胶版本里面还会有一张特殊的纪念票根，选择发行 CD 和黑胶两种载体，也是希望带给大家感受音乐那种最本真的感动。最后我的新电影《龙马精神》呢，也是在4月7号那一天正式上映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我还是陈龙，多多支持《龙马精神》，谢谢。